因为毕竟他的分数也还算在竞争行列之内哦，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相对要采取稍微比较保守一点的。对，如果我是正章，我就猜四条了啦。对啊，就是位置不同，相对位置不同。对啊。哦，所以也会影响策略，也 不一样。现在其实不用那么求于进攻，对，有机会蹲一把摸一个就好。对，没有错。对，没接触对了。对，因为其实现在这位置，你进攻其实会有机会造成的失分，因为第一三家差距都很近。对对，我们四姐也听牌，所以你听到了25万，靠到七条，海底二万一张，两张、三张，还有五张啊，还有五张25万。机会，对，看能不能够把握。对，关键的一把牌。你看，自摸发财白皮三台的发台，对，应该有逆哦。三台八台，应该差一点点，对，三台差一点啊。对，应该差几百分而已。玉林哥也听牌，卡五条，卡五条还有两张，五张，对，5-2。他有花吗？看一下。哦，他是碰白皮的嘛？碰白皮，三花四花有，四花一台，自摸发财白皮四花，四台的九台，四台的话1800嘛。他二万还自己打过。对，我来了，会过水吗？哦，过水。过水，嗯，这个过水，来看看他之后有没有机会。对，看这个操作，四台的九台，四台是1800，3600，九台是2800嘛，那6000多。现在剩五张，哇，又来，又来。这，他自摸应该是逆哦。四台对吧？四台就逆了，四台一定逆，四台一定逆，四台一定逆。操作有没有成功呢？五条还是没有减少，对，25万，八条少了两张哦，八条也不绝，不过还有三张啊，还25万，25万，没有，那个右捧南风迟迟不见哦，右捧感觉应该有点说，有点猜南风，好，下车，下车。八饼，相对保守了。一二三，看一下，他海底也有人打过7饼啊。四六饼，还有5万，还有4张，5万很多哎、欸。对对，5万还有3张、欸。我觉得右鹏这个时候不下那个7饼，有点太过于保守了。刚刚摸到南风了。对。那西风有见吗？西风也有建议啊，所以我觉得他这一套手牌太过于保守了，对，蛮可惜的。几条？九饼，对，还有五条两张，25万，你刚刚说要几张？4张是不是？四张对两张，四张对两张，五条，哎呀，感觉很有机会哦，五条哦，剩一张，那他打三条。哦，听25万，二五带六万，来25万，多了6万，六万没有，6万没了，所以一样听25。哎呀，绝张自摸啊，飞了，庄连拉自摸中洞，谢谢，二花，有二花吗？有，连二八台，他过两次。对啊，过一次而已吧。一次吧，不是从上家。对，这个没看到。过上家的5万、啊，过上家的5万啊！下家有打吗？我来看一下。过两次哦。他说：“我们嚣张西瓜说刚好过2万，又自摸2万，有没？”